9月13号波浪号，9月28号财神来敲门，撞大运，脚踩聚宝盆，横财大发，千万的生肖。生肖虎，属虎的朋友，9月13号波浪号，9月28号喜发横财，喜天儿女，喜报频传，大喜大福，富贵不断，因此运势大有好转，连发十年不停，事业全位顺心。另一方面，生肖虎人富有责任心，总是兢兢业业地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，往后身边贵人众多，富贵又享福。生肖猴，属猴9月13号波浪号，9月28号有财神点拨，必能大发一笔横财，钞票赚到手软，数钱手抽筋，非常的聪明，应该说多才多艺了。命中有紫微福星，常常能逢凶化吉，特别是能够遇到贵人的助力，偏财运很旺，财运呈积极向上发展之势，意外之财不请自来，财运滚滚，不缺钱花。生肖牛，属牛的属于那种比较老实，9月13号波浪号，9月28号喜运临门，横财爆发，千万一夜变土豪。虽然他们说不到三句就会翻脸的生肖，往往会被人认为没有前途，脾气太冲，开不起玩笑，那你就看走眼了。他们平时非常的刻苦，一有机会他们就不会放过。